我觉得这老刁不像是喜欢听音乐的人。老安从来不听音乐，那他听什么呀？有些东西失去了，就再也回不来了。貂蝉这人除了他的命，什么都没有。 我就是人质，帮忙帮到底。你们绑架我，扔掉我的证件，两次用枪顶着我的头，还有脸让我帮你？算是吧。欧远，我可不是佣兵，我是医生。怎么运进来的？黑帮的也利用了。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。武装分子允许击毙，非武装人员不得伤害。非常允许击毙，你越界了。 我的界限比你想象的要大。如果你再让我的兄弟陷入这种险境，老子一枪崩了。现在多大了？大概也就十来岁。这段我如果要完，有机会我就多看一眼。 我一开始也不知道老刁为什么要诓骗我去，但现在我觉得他是想给你一个归宿。笑了，我是笑你们，笑你们跟我傻，为了钱跟老刁傻叛变。你这么多年跟着老刁，出生入死，你想找他什么关系？因为他让我想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。 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儿，怎么打成这样？根本就没法演，是二郎君。不可能，我们失去了三个队长时，怎么可能不去？如果你一定要逼我给你一个答案，我只能告诉你，我接任任务，同时也是你的事。 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任务，就是你全部人生。解释七天强行引爆，是他们的后备计划。引爆弹可以抽空14号站2公里内的氧气，防止管道爆炸。新年快乐！